肚子这么大，两个礼拜后要怎么穿礼服？怎么了？你看我的肚子这么大，两个礼拜后要怎么穿礼服？不会啊，很可爱啊，跟我一样啊。我不想跟你一样啊。我们来找看看有什么是可以快速减肥又健康的好了。好。你看这个纤体班课程诶，他说可以在两个礼拜内就可以健康又快速的减肥。我同事也好像上这堂课，也瘦很多，也交了女朋友了。你同事上完这个课就交了女朋友？对。那我们也去报名体验看看好不好？我也要吗？你当然要啊，你的肚子那么大，你要当最帅的新郎诶。好吧，那我们就去报名吧。OK。你好，你好，我是今天要帮你们服务的营养师燕燕。那我们两周后就要办婚礼，想要来了解一下纤体班的课程。好啊，没问题，想结婚来结了先就对了。那这边请我帮你们做介绍。那我这边帮两位介绍一下，就是纤体班的主要内容跟未来两周我们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纤体班主要的服务内容是包括产品跟营养师真人的服务，然后我们上课都是用手机，所以它其实很方便，就是随时在外面都可以使用。然后我们纤体班在两周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五堂课程，就是会有营养师亲自帮各位上课，帮大家介绍一下一些营养知识啊，然后跟一些可能外食族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嗯，真的很重要，不然平常都不知道该怎么吃。对啊，就其实很多人都大家也都不知道怎么吃，然后网络可能看一些奇怪的菜单，然后就跟着吃，其实也不一定会有效果。两周完成之后，瘦身成绩大概体脂会下降个1-2%，甚至还有可能以上，然后体重会有2-4公斤，这么多，这么神奇哦。对，因为其实因为我们主要是透过你自己平常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可能这个比较不好，我们会建议你调整，或者是这个比较好，你可以多吃。那我们这边就帮两位做一下基本的身体测量，然后我再可能跟你们解释一下，就是测量的结果跟要怎么依照你们的体质去做搭配。嗯，好，那我们这边请。你们两位的数值好像有一点点的高耶。嗯，希望两周后可以达成我的目标，再拜托营养师了。那我这边来帮你们两位做一下我们就是搭配组合的部分。那我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杰乐仙的鲜鲜饮，然后它打开来就是像这样，它是直接喝就可以了。它主要是餐前喝，然后可以帮助餐前的一些脂肪的吸收，然后帮助体内脂肪的代谢。然后这个是鲜飘定，它是通过卫福部小绿人认证的健康食品，它一样是在餐前吃，然后跟脂肪代谢有关系。然后它尤其比较重要的是，如果你们有运动的习惯，可以在运动前补充，它对运动的燃脂效果非常好。然后它呢就是一般的 B 群，只是它比一般的 B 群有更多的一些微量营养素，然后帮助女生一些经期的不顺啊也很有帮助。它是我们的鲍仙定这款呢，是酵素，如果你们两位啊有一些排便比较不顺的情况，其实它就很适合，它里面有80几种的酵素蔬果萃取而成。然后它的食用方式，你可以餐前吃、餐后吃，或者是睡前吃都 OK。 最后一个啊，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很喜欢的高机能多种维生素组合在一起的高机能饮品，然后它是可可口味，然后我们是用顶级的可可粉做的，你就直接把它当做早餐，如果吃不饱可能再加个2颗蛋，就是每天早餐都喝它，你会觉得减肥也可以很幸福。对，大概就是这样。谢谢营养师。老公你看我的腿变细了，而且我的裤头变很松哎。对啊，你现在气色也变很好了。你之前穿这件衣服不是很紧吗？
对啊，我现在变帅了，变很松。哎，我们今天好像忘记吃 B 群了，赶快来补充一下报心锭吧。好。没有拍照，你怎么先吃啊？我帮你拍，太饿了。的饭只能吃三分之一，营养师有交代。餐前燃脂，餐后溶脂，这样才能跟我们的小腹说拜拜。尝试了使用网络的瘦身产品，不仅让我能够快速的瘦身，而且让我的体重在两周以内就瘦了3公斤，体脂也降了2%，腰围更是瘦了3公分。有专业营养师教我们怎么健康吃，两周下来我瘦了3.5公斤，也体脂也减了2.5%，吃的也超饱的，我觉得超棒的。穿上梦幻的婚纱，踏入幸福的红毯，是每个人心中梦想的事情。我也推荐即将步入礼堂的新人们可以来参加这个杰乐仙的仙体班，也能够快速的瘦身，达到最完美的状态。